我在人类世界混迹多年，终于拿到了神之宝物。这个宝物能让我们制作攻击力强大的武器。再也不让人类随随便便就能捏死我们。我们要打败人类，成为世界霸主。<笑>你们会说两句人话，就拥有攻击人类世界的能力了，还是让武器造出来，说吧，自己去比，反正把扇我们先打得特别薄，然后就能摧毁。看我的，这个魔扇！哎！不便于随地，未完此刻，正在训诫中。是的，欧巴，攻击力特别强，而且在拥有人类的智慧，更难对付。你小心一点，不是吧？人类，看偷我的！ 人类，别跑！魔方最喜欢吃蜂蜜，你快扔蜂蜜引开胡蜂，胡蜂500米外就不认识回来的路了。看我的，隔空取物！哎！愚蠢的人类，你！快点，马上就出500米范围了！ 怎么不追了？嘿，肯定是看我们神通广大，打不过呗。该是什么百物？愚蠢。